了他的、啊，现在是怎样啊？你要检讨吗？不想就算了。欢迎收看疯狂理查。今天呢是这两位的班导的生日，所以今天我们的计划是什么？我们就是在他上英文课的时候，其中有一个人就会先趴下来开始睡觉，那老师通常会有什么反应？他就会叫他起来，不要继续睡，然后他还是不听他的话，继续睡觉。然后老师继续叫，继续不理他。对。然后那时候我们就要一起趴下来，然后小胖就会唱生日快乐歌。是阿玉。好，阿玉，等一下被骂。不可以叫小胖，要叫阿玉。因为上次有网友说我不能叫学生小胖，我就汲取教训了，所以从此以后我就叫他阿玉，超别扭。阿玉就会先唱歌，对，然后全班就跟着唱完了。对，因为上次阿玉，我那一堂课他实在是表演的太烂了，就看。到时候会怎么样？那我们看待会的计划会不会成功 ？Let's go！ 我们现在要去执行我们的计划，到底会不会成功？就看待会啦。跟 let us 的用法，我只解释 A 跟 B 哦。来到 A 选项 ，let 是什么意思啊？此时的理查正在外面等待计划执行。不会结束了吧？此时班上根本没人执行任务。画着有，可以吗？这是 A 哦。来，同学 B， 什么是 Let us go to the cold spring？可能是指 A 跟别人，对吗？所以他要祈求他得到他的允许，说：“哎，拜托你啊，让我们去泡冷泉。”所以 A 有要跟 B 去泡吗？没有。这个有趴跟没趴还不是一样。全班趴下，全班趴下，全班趴下，全班趴下。为什么有人趴着啊？现在怎样啊？为什么还趴着？现在怎样啊？为什么还趴着？现在怎样？趴着。要死你！生气！你要检讨吗？不检讨就算了。原型 ，Never talk loud。原型。又继续上课了，说好的计划呢？然后老师继续叫，继续不理他。对。然后那时候我们就要一起趴下来。然后小胖就会唱生日快乐歌。好，下一题。那里面什么情况？刚才我们就全部趴下来了。没有人唱歌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我觉得阿玉根本信不过。你现在进去，我等一下就直接闯入。你先回去，拜。陈柏宇，趴下。全班给我趴下，照计划来。搞什么？还有在外面蹲那么久？是你。给我重新执行一遍。三二一，开始。可以先让我生完气吗？好，陈柏宇出来。上次也是你失败。没有，他们跟我说大家发现之后等你来。不是啦，你先上啦。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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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我都来了，唱什么歌？生日快乐！啊，好感动哦！我有觉得他们怪怪的。有啊，我们都录起来那个你生气的样子啊。真的吗？真的假的？我回来，我回来了。到底凶不凶我就不说了。我在外面晒了30分钟的太阳，哎，30分钟，我告诉你是谁救了你们，知道吗？是阿贵，是阿贵，阿贵跑出来跟我说阿玉已经失败了。现在呢是我们的感性时间，谢谢老师品尝的补充，老师生日快乐，感谢你用心的教导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好好学习，生日快乐，青春永驻，老师生日快乐哦，虽然我们班平常很吵，常常惹你生气，但我们也会加油进步的，像极了爱情。好，停停停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不能，这一点都不感动。你们在念课文，示范一次。小轩老师，嘎嘎嘎，很感人，很感人，好吗？感动，生日快乐，嘎嘎。很荣幸能够成为念课文啊，念课文您的学生，或许我们彼此之间就是有那个缘分才会相遇，而我一定会好好珍惜这一个短暂的时光。除此之外，我还想从您那边得到更多的知识学问，希望你在未来还能多向你多多指教。好，生日快乐，谢谢。哎呦，有一点 feel 啊。怎么刚才要不要示范一下你的？老师生日快乐！好烂哦！兔老师 ，Happy Birthday！ 看到感性，老师生日快乐！虽然我们班不长很丑，常常让你生气，但我们也会加油。哈哈哈哈哈！进步的，像极爱心，乱用，用心照顾我们，真的非常感人。希望大家一起心情直上。庆祝永远80，哎，是吧？十八，谢谢。我相信大家都有一个问题，对不对？对。哎，你们有什么问题？老师，你说，真的要讲吗？是，可以讲大概数字。再加分享，拜拜。